室内执行慰安会开会的时候，这次当着高棉的战争就算小事，东南亚的形势也很紧张的时候，所以大家呀一致的很热烈地检讨了当前的局势，并且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自由国家尽一切的可能呢，积极支援高棉、越南、泰国，也保卫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反共战争。第四，我想各位谈谈，就是这次执行委员会对于英国政府都因为受到工会的压力，不以本人和中华民国代表团出席市民集体该大会的签证的这件事情啊，他们很热烈的讨论，一致的认为英国政府违反自由民主的传统精神，损害亚民市民的宪章，所以经坚决的表示反对，支持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恳请呢，一直啊有四点的建议。第一点，致电英国历史首相，说他于本月15日以前改写我国代表团的签证问题，否则不留，即将严禁在伦敦召开的市民集体该大会及四届青年反共联盟的第五届大会改在美国华盛顿明年的提早召开。我们综合看起来，市民的这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不但伸张了市民真自由、真机会言论自由及维护市民宪章的精神，尤其的发挥了对共党的有利。